365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但是，当我们从上帝的恩典、从上帝的祝福、从上帝的爱里面走出去的时候，我还是说，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改变，是我们自己离家出走，走出去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在外面你经历很多风吹雨打、受苦、被管教，可是接下来是一个选择，我要选择继续用我自己的方法越走越远，越走越糟糕，还是回到上帝的祝福里呢？这段时间我自己不断的感觉上帝在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上帝呼召我们做一个对的决定，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，你的方法只会使我们离神的祝福更远。回来吧，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。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面对许多的抉择，我们的决定会决定什么呢？决定我离神更远，还是我开始往回走。就像那个浪子，我决定我要继续离在猪圈里面，或者我现在连猪圈都不待了，我待到更脏了，我到茅厕里面去，还是我决定回家吧，回到天父的家，做一个决定，不要硬着景象，不要死要面子，回到神的恩典里，不要越走越远。亚哈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遇到困难他找他自以为可以他帮助他，亚兰欺负他，他就找亚述，他觉得亚述可以帮助他，结果亚述来了，不但没有帮他，反而欺凌他，然后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办呢？他又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，怎么样呢？哦，原来他是要钱，那我就多给他点钱，我尽可能给他钱，我把圣殿里面，把我皇宫里面，甚至把我百姓家的钱通通拿出来，通通给他，应该解决了吧。圣经上说无济于事，根本没有解决问题。然后呢，站在这么一个危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都有很多的一些关键时刻，在关键的时刻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呢？我读给你听，圣经上这样说，他说这个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神。极难的时刻，一个关键的时刻，这个时候你做一个对的决定，你就转危为安了，这个时候你做一个错的决定，你就万劫不复了。在这个极难的时刻，在这个关键的决定时刻，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以至于他越发的得罪神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真的相信今天你会听到这一集的恩典365，绝不是偶然。主爱你，主透过这一段时期要挽回你，做一个对的决定，在关键的时刻，在这么关键的重要的极难的这个时刻，你要做一个对的决定，在这个时候你要走回上帝的祝福，不要在这个时候越发得罪神。求主荣耀恩典。
是。